县长林明征会同县议员游宏达会勘民间乡炭寮巷、茶园、挡土墙及排水沟改善工程。因为炭寮巷、茶园、挡土墙毁损，豪雨侵袭农地，而且没有排水沟汇集雨水，导致泥流淹没下方茶园。县长指示农业处要尽快设计发包改善，维护民众财产安全。民间乡是南投茶叶产区之一，茶园广布。位于炭寮巷的茶园，由于边坡挡土墙毁损，又遭逢雨水冲刷，土体塌陷，除了侵蚀了自家的茶园土地，也危及下方茶园耕地。经由当地村长反映，县长林明征以及农业处同仁会同县议员游宏达与当地民众前往会勘，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居民解决问题。今日吼，由咱的游议员吼，啊，甲咱卡玛卡的村长吼。来定情讲吼，咱百姓吼，这个伊个博坎嘛吼，电工拢无施设吼，啊落大雨啊，啊水啦吼，啊甲伊这个这边坡啊都一直崩落来吼，啊咱现场个看，这确实也无甲来做博坎吼，啊一直崩落吼，系确定落来田啊，一直减少，啊崩对下边落来，啊都这个水沟无做着塌起吼。啊，甲所有的水拢灌来咱的地园吼，啊，造成啊，即个咱即地壤的损失啊，啊，所以今日来勘查吼，即也确实有必要来做啊，即个边坡的保护吼，啊，所以县政府啊，筹备经费吼，啊，请咱的咱的农业处吼，水保科吼，啊，进来设计啊来发包吼，啊，保护咱即地壤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吼，啊，咱都吼，以行动派的方式哦，随来会勘，啊，随来啊做处理。茶叶是民间乡的经济作物之一，当地农户相当感谢县长以及议员前来会勘，有议员也感谢县府团队为乡民所做的努力。啊，今由咱县长特别来甲咱啊，搁啊做着会勘，会使讲即届咱来筹备着经费要来甲咱施设啦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好的工费吼。啊，咱嘛啊真正感谢咱县长吼，对咱民间乡咱的地农，尤其咱这些农民的这个出入，包括因的这个啊财产的这个啊维护吼，啊这么用心，咱是真个感谢。啊嘛代表讲啊，咱民间乡来感谢咱县政府这个团队啊，来甲咱做了这多的工作。由于茶园边坡挡土墙毁损，加上排水不良，又经历年豪大雨，大量雨水沿着农水路漫流汇集，造成茶园边坡持续流失，急需改善边坡以及排水设施，避免灾损持续扩大，维护农民耕作以及出路安全。县长随即指示农业处尽快发包，协助当地农民解决问题。